别折腾感冒了。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能自己走。你哪来的这些照片啊？我前两天去了趟尊南。 这张照片是四清她妹妹周岁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四清已经很懂事了，知道要照顾妹妹。她呀，从小就没让我费过心，不像她妹妹，闹腾得很。啊，前面都是她妹妹的，这些才是四清的。 这么傻码头的照片，你挂这儿干嘛？镇宅辟邪，相框还有很多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填满。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，但愿你被温柔对待。我先去洗澡。 比较严重。谁打的？没谁，下午拉架的时候被殃起，就是看起来有点严重。 可能是最近倒霉，太凶了，所以遇到这事儿。还疼吗？不疼。我就是第一次被人打，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觉得挺丢人的，挺憋屈的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。 最让人生气的是，因为他们是客户，所以我根本都不能还手。我接下去说的话可能不符合思想品德课，但我还是想教你：受了委屈就要还回去，家里虽然没有很多钱。 但是打人的医药费我们还是出得起的。当然，打不过了就不要逞强，先叫上池忠宇还有你们行的保安。跟不讲道理的人是不用讲武德的。可是人家已经60多岁了，打不得又骂不过。那就把池忠宇推出去当肉店，不管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还是长嫂。
如母，她都有义务保护好你。好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内疚呀，或者是无法保护我的那种无力感。就算你是电视剧里那种动不动就可以收购别人公司的霸总，我们银行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。还有，别说让我辞职不干的这种话，沉默成本不答应。 还有我靠赚钱获得的成就感，也不允许。你还真是一点表现空间都不给我留。有啊，那就够了。哎呦，姐，你这也太牛了！ 竟然把一个村的存款都拉回来了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不理肖总？这现金流能抵得上两三个他了。司经理，你来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哎哎！哎，久等你了。哟，景琛媳妇来了。哎，钱婶，婶儿给你存钱来了。来，都给我存着。 你们这儿最近有没有啥活动啊？就那米呀、面呐、纸抽啥的，都有的。而且我们行的定期年利率是最高的。我倒不是为了占那点便宜，跟你说啊，真是看在你和景琛的份上，我特意来的。谢谢婶。思清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们银行啊，下次再搞活动的时候。 你可千万记得跟婶说，婶儿还有钱呢。好，谢谢婶婶。都这个点儿了，没有班车，你们怎么回去啊？那大客车来了，走吧。